去过佛光山。哦。那里非常美丽，到了寺庙，我心很平静。我喜欢台湾的寺庙。来自法国的交换学生马如，在这次国际生华语演讲比赛是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。他说自己爱台湾人，也爱台湾，在台湾留学这几个月很开心。那这一些外籍生都是从零基础，这学期进入大业。那是一句几乎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说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呢，我们这次的主题定为自我介绍，介绍他来自于哪里，他的姓名以及他的喜好，还有家庭成员，这也是我们这一学期教学的内容。另外，同样来自法国的学生贾露佳表示，在大学学习华语和学习英语，自己喜欢小笼包、蒸奶、芒果，但是没办法接受臭豆腐。我喜欢台湾菜，除了臭豆腐，但我喜欢珍珠奶茶和小笼包。我最喜欢的水果是芒果。我爱我的家人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今年17岁了。国际生上台之后表现可圈可点，担任评审老师也很肯定学生的华语成果，可以说是每位选手都是勇气的第一名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